提升 CF 等级的可以加 QQ 94117601哟，等级秒上去，安全又稳定。哎呀 ，Hello 的大家好，目光心领神会，多少困难从容应对，生活它的多姿多味，享受游戏的快乐要尽情陶醉。瘦哥的视频才是你的品味，好品味。那么今天又来给大家发视频了哦，我看大家呢一直很想念我的天龙啊，对于我的天龙，大家可以说是馋的不要不要的。那么今天先给大家发一段，知识馋万枚止渴。最近呢有很多网友吐槽我现在不打全顺等虚幻操作了啊，跟之前比起来就是菜了啊，什么这那的啊。我之前也有给大家讲过啊，全顺呢其实是很简单的，但是呢容易失误啊。就是你看起来比较华丽，但是在真正的实战中啊，打全顺什么的话特别容易失误。而且很多朋友觉得打顺狙打得好的人啊，就是一枪一个啊，不会失误啊，见人就顺他啊，肯定要比开镜打人要快得多啊。其实不是的啊，真的不是的啊，就是你在真正的实战中呢，狙击远距离什么的啊，还是开镜杀人更快啊，相当于就好像相当于你按右键再按左键再去对着人什么的，始终没有你直接按左键杀人要快啊。而且有的身法什么的技巧什么的啊，是在开镜的情况下的身法啊，开镜的身法开枪卡敌人延迟什么的啊更有效果啊，而且也更快啊。很多朋友都跟我说顺狙要打好是一种天赋啊，其实也不是的啊，顺狙只要长时间练习呢就可以做到一种潜意识的肌肉记忆啊。而且顺狙在实战中呢永远是近距离或者来不及开枪的情况下保命用的一种出枪的招式啊。那么我们的今天的标题呢可能蹭一点这个凯哥的热度啊，这凯哥事件这么久了也从来没蹭过他的热度啊，不是说真正要蹭他热度，而是我觉得这首歌挺好听的，而且我也觉得社会里凯哥是一个真正的直播鬼才啊，确实什么什么的都挺有节目效果的啊，这个是不争的事实啊。不管大家这个怎么评论这一期视频啊，其实我有我的想法啊，可能跟大家的想法不一样啊，不是说纯蹭热度啊，就是觉得音乐好听什么的啊，就拿来用一下而已啊。好的，可能大家以为这就是我要给大家发的天龙视频了啊，其实不是的，我一直呢在给大家准备一部视频，是以全顺远顺连杀灭队的天龙素材组成的高逼格机型啊，就像以前那样啊那种风格的。但是呢因为最近视频发的比较勤啊，然后事情又多，所以呢暂时一直没有时间去剪辑去制作先给大家欠的啊，后面有时间了再给大家发。反正呢就跟那些借我钱的人的台词一样啊，我还能不给你吗？啊，这个东西当然是久得少不得了啊，这道理你不懂吗？那么这把的排位呢，我是和一名女主播一起打的，纯属我一个人乱杀啊。当然最后呢，我也没打上20啊，但敌人看我啊，这个跑位这么灵活，然后开枪又这么快啊，第一反应呢，自然就会说我开挂啊。那么，但是这个号的号主呢，我得夸他一下。我从专家帮他打到枪王，而且是在最难打的东部啊，不管我怎么杀，别人怎么举报啊，我都没有掉线啊，所以我打这号呢并没有怎么加过班啊。当然别人的号呢属实都挺容易掉线的啊，现在这个游戏的举报机制呢我也是没有任何办法啊。不过呢只要给够的加班费单牛做马的无了所谓啊，哥哥好的，那么在后面的呢就是一把供电的排位了啊。之前我跟大家讲过这个破点抽点的问题，但是昨天在打这一把之前呢发生了一个小插曲，我就来给大家讲讲吧，毕竟我有什么不高兴的事情说出来让大家跟大家分享一下啊，让大家高兴高兴那也是极好的嘛。那么我现在没直播的原因呢除了身体之前调养身体之外还有一个就是现在没有直播的地方。在家里直播呢就一个小房间是我的卧室然后小孩刚出生，我不能在房间里抽烟和大喊大叫直播直播的话又比较嘈杂啊，所以说我去年就买了一个自建房然后反正还欠了不少钱。当时呢我就把手续什么的办好之后，然后找了个朋友让他帮我搞定装修的事情他是这个木工专门搞吊顶做柜子什么的然后他给我搞这些东西收费都挺高的这就是我所谓的朋友但是呢当时我还请他们吃饭，又经常给他们配烟买水配红牛什么的然后呢
装修拖了快一年才来帮我搞啊。基于朋友的面子呢，平常做事我很不满意啊，他很搞我，很搞人啊，但是我也没有说过他什么啊。然后呢，去年九月他给我找的那个水电师傅啊，当时就是来谈嘛啊，就是来看我，跟他说哪些地方要改水电啊，什么这那的。然后当时师傅开口要2800的报酬啊，我也没还价，我就答应他了。然后过了很久呢，今年是几月份来着啊？然后这个水电师傅让我买了很多材料啊。后来呢，他装了一个房间的线啊，其他的呢他还没装，然后他就去别的地方去做事了啊。然后我也等了他两个月，期间呢我也经常打电话问他什么时候来给我装这些水电什么的啊。他期间呢也经常跟我说啊，叫我买灯不要买太复杂的灯啊，他说他不会装啊，如果买复杂的灯呢就要加钱啊。他说他不会装，然后又说买复杂的灯呢就要加钱啊，这个道理我们也就不多说了，既然是朋友的朋友，我也不说他什么了啊。我就问他什么是复杂的灯，什么是简单的灯啊，因为我真的不懂这些东西啊，但是他也没说。后来呢我告诉他我把灯和浴具都买好了，灯不要他装了，因为卖灯的都是免费安装的啊。然后呢他又说没答应给我装水的事情啊，他就管装线啊，他也不提这灯的事情了啊。然后我说那你现在来给我装啊，你少做了这么多事，水也说你说我没跟你说啊，灯你也没要你装了，你也不做声啊，你就当没发生啊，你少做了那么多事，到时候你做多少事情你就按多少钱算好了啊。然后他也不做声，就一直拖啊。然后呢我就终于真的很生气了啊，我就打电话问他到底什么意思，你这么拖拉的话，你要不想来我就找别人呗，我现在我不要你装了，我就找别人装了，你装那个房间的线啊，就装一个房间的线，你收多少钱你扣出来，其他的你就全部退回给我就行。然后呢他也不做声啊，因为我们当时是打电话，然后我就说那等你回家我们单面谈，当时我很生气很生气。然后他现在呢也一直也没来电话，也不做声。然后又过了两个月，然后我就问我那朋友，我说你这个朋友是什么意思啊？然后我的朋友就去催他，然后这天杀水电师傅说要我把尾款结给他，还有800块钱尾款，因为我之前先给他2000块钱，他刚干活我就给他2000块钱啊，他现在要我把尾款给他，不然他不来干活。然后我现在我真的就炸了知道吧，我就很生气，我就直接跟他们说我看起来难道很好欺负吗，我说我们摆事实讲道理，我不欺负你们，你现在是想怎么样，直接给个痛快话啊，我们去闹这个劳务的事情，走正规渠道去闹，还是我们直接来打一下，我都可以奉陪你，你要是想玩赖的话，你收了我的钱你不来做事啊，难道你想跑你想躲啊，就这么2000块钱啊，难道你不是本地人，难道你以为我找不到你，你要是想这么玩赖的话，胆大的你就可以试试，你要是来装呢啊，我一毛钱都不会多给你，我也一毛钱都不会少给你，到时候你来装我再叫其他的懂行的朋友来，你装多少我该给多少钱我就给你多少钱啊，我不会吃你这种傻逼东西的妈的混蛋东西的哑巴亏。然后他就答应这两天来啊，什么什么的啊。然后我说多余的材料你叫我买这么多又不用了，然后他就说你到哪买的你就去哪退。然后昨天我去买新材料，我就去问那个老板退材料的事情啊，然后他不做声的假装思考，然后又去给我拿材料啊，拿了材料之后呢我付过钱，他跟我说不能退啊，什么这的那那的跟我扯一大堆啊，结结巴巴的。然后呢我就说我经常来你这买东西，我说老板你这么做生意不太好吧，你摆明的诓我，这谁以后还敢来啊，你刚才怎么不说呢。然后他也是外地人嘛啊，他就甩了个普通话跟我说啊，这个我无所谓的呀啊，你爱来不来哎呀我无所谓的呀，他这么跟我说，用这种语气跟我说，当时我就炸了，我就很生气，我就骂他，我说你妈的什么什么的，我什么都骂了。然后呢他就不做声啊，这个老板长得很高大，但是他也不做声，就像个娘娘腔一样。我很生气，然后我就把那材料一甩啊，然后我把那柜子踢倒，然后我就骂了他很多句，然后我说这钱你坑吧，你就当给你买棺材了什么什么的。其实我们也没有这么说不讲道理什么这那那的，但是就是你碰到这种人的时候你就很炸很炸，很生气很生气。然后呢我就来打了刚才那一把供电。我当时我本来就很生气，我还有出现挂机聊微信，就是跟他们讨论这个事情，或者跟他们对就是对骂，我就在那发微信什么的骂我的朋友他们这些事情，水电师傅啊什么的。然后我也打这把排位，但是我打这把排位的时候呢，就刚才那把供电，然后游戏里面的人也在骂我，我当时我很炸很炸，
一直在骂我开挂没妈什么的，孤儿什么的，给我气得不要不要的。有的时候吧，你碰到这种喜欢耍无赖的人，你就只能和他逼狠啊，因为恶人自有恶人收啊。这种人呢，就纯粹是现在国家的政策好，和谐社会救了他们啊。算了，多的呢就不说了啊，越说呢我越生气啊。我们就下期视频再见吧啊，大家记得关注一下咱们的这个广告啊，有需要租号的啊，合租、招合租、高分成啊，有需要加左下方的这个企业 QQ 号啊。我们下期视频不见不散，大家拜拜。Bombs on the ground here. Mission success. Global ready. Smoking bomb. Storm the front.